莲姐两个女儿尽早曝光，长成这模样，网友比成龙女儿强太多。李连杰大家都不陌生了，是比成龙还要耀眼的功夫巨星，但他在很早之前就逐渐退出娱乐圈，带住一家老小在新加坡过住阖家欢乐的稳定生活。关于励志，大家都知道他有住天使面孔魔鬼身材，李连杰对女儿一直保护很好，但圣诞节的这天应该是太开心了。李连杰首次晒出了自己和两个女儿的合照，这让网友感到非常惊讶。虽然李连杰女儿的身材没得挑，打扮很成熟，气质也非常不错，但在颜值上确实跟妈妈励志比起来还是逊色那么一点点，不过也有可能是没有完全敞开的原因。李连杰除了和励志生了这两个女儿，和前妻黄秋燕也生了两个女儿，他们目前跟住前妻生活，由李连杰出钱抚养。可能是自己太有名气，害怕影响到女儿的成长，所以对那两个女儿的消息李连杰是丝毫不透露。同样是功夫巨星，看了李连杰女儿再看成龙女儿，难怪网友都说李连杰女儿比成龙女儿强多了。成龙的女儿吴卓林从小叛逆，没有感受过父爱，和妈妈吴绮莉关系也非常僵。不过对李连杰来说，能够有这样和和美美的家庭，讨人欢喜的女儿，这还要归功于老婆励志。励志是一个美貌及智慧于一身的女人。不过对李连杰来说，能够有这样和和美美的家庭，讨人欢喜的女儿，这还要归功于老婆励志。励志是一个美貌及智慧于一身的女人。